这一切都起源于你。他们是什么？我已经查出来了。要抓紧时间。这种非人的力量，看来我找对人了。非人，这个词更适合你吧。我想给你一个机会。先打赢我吧。下次见面，我有事要问。他会亲自过来，肯定是这里有什么。你只需要记得我们为何而来。他说查出来了，你们是什么？你看我像是一条巨龙，但我的实体并不是巨龙。不，你怎么看都不像巨龙。这是重点吗？我可以是这个鹿的雕像，也可以是其他的任何东西。例如苍蝇。你还是小心脚下吧。果然，费鲁因不止派了他来。他们在后面。哼，这里也出现了。你确定还能跟他们交流吗？但他们已经听不懂我说什么。是别换了。
准备好帮我一把。帮，见坏了啊！就是现在。走。气息消失了，你的时间也不多了。